小狗狗到底能有多乖？起来坐下。每天要清理一次眼周，嘴毛梳可以梳掉一些眼屎什么的。我都快两周都没洗澡了。好，图图趴下，像个球。躺下，好了，自己去客厅把那个梳身上的毛的梳子拿过来，去吧。不许玩，认真拿东西，找到了就过来。心不在焉的做事情，捡过来，上来。哎，好，坐下。手，手。嗯，好，转过去吧。竟然没有奖励，好生气！再拿零食给你吃。这还差不多。